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！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，好多颜色啊！小朋友，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一起吹奏悠扬的音乐吧。Thank you.
我喜欢带着大家去好远的地方。我出发的时候，人们会帮我倒数。你听。5, 4, 3, 2, 1。跟着我一起飞上太空，聪明的小朋友，你猜对了吗？我就是火箭。时候是亮亮的，妈妈的戒指是亮亮的。小朋友，赶快动动脑想一想，还有什么也是亮亮的呢？哇，满天的星星也是亮亮的耶！聪明的小朋友，你还想得到其他会亮亮的东西吗？戴上球帽，拿好手套，约好朋友打
球啦。哎，小棒球怎么不见了？快点到处找一找。我问爷爷还有奶奶，也问爸爸还有妈妈，求求哥哥拜托妹妹也找不到。叔叔伯伯姑姑阿姨堂哥堂姐表弟表妹巷口街坊隔壁邻居也找不到。球球球球不见了，全家出动，屋顶也快要被掀掉。突然听见狗狗它好像在偷笑，原来它正在我里呀。这里有个小小的王国，住着一群小小的仙子，发生许多小小的故事，喜欢每天小小的探险。精灵斑斑，耶、yeah! ！公主莉莉，有年的好朋友，仙子精灵，秘密花园，开心快乐 ，Happy。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！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喽。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，好多颜色啊！小朋友，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加油，加油！我们已经快要完成喽。哇，可爱的雨伞完成了，哗啦啦，哗啦啦，下雨了，赶快撑起雨伞吧。小小音乐家，叉叉又圈圈 ，n 圈圈又叉叉，叉叉圈圈小小娃娃超级爱涂鸦。点点你的头，棒棒棒，竖起大拇指，棒棒棒，热烈的鼓掌，棒棒棒，大声的喊出，棒棒棒。一二三四五啊，五四三二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运动我最行。叉叉又尖尖啊，尖尖又叉叉。家家健健成成处处永远出不及。点点你的头，棒棒棒，竖起大拇指，棒棒棒，热烈的鼓掌。
橙黄绿蓝靛紫，妈妈最美丽。壮壮的手臂，宽宽的肩膀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爸爸最努力。点点你的头，棒棒棒，竖起大拇指，棒棒棒，热烈的鼓掌，棒棒棒，大声的喊出，棒棒棒。一二三四五啊，五四三二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运动我最行。加加又减减啊，减减又加加，加加减减，成成足足，永远出不进啦。也是白白的，小朋友赶快动动脑想一想，还有什么也是白白的呢？哇，刷完牙的牙齿也是白白的，聪明的小朋友，你还想得到其他也是白白的东西吗？只要健康，不能只靠妈妈，我要自己努力一下。如果想要笑起来像一朵花，当然不能满口蛀牙。大排球细菌不能只靠爸爸，快快自己拿起牙刷。上口张开口气，放下人间最爱的电话。我要按时间刷牙，不然我就会蛀牙牙。牙齿要健康，不能只靠妈妈，我要自己努力一下。如果想要笑起来像一朵花，当然不能满口蛀牙。大排球细菌不能只靠爸爸，快快自己拿起牙刷。伤口张开口，放向人间最爱的电话。有长长的梯子跟水枪，我是救难小英雄。大家听到这个声音都要让我过，你听听。灭火就是我的工作，聪明的小朋友猜对了吗？我就是消防车。西瓜哥哥，我今天好开心哦。蔓越莓姐姐，什么事情让你这么开心啊？因为我今天下午吃了很甜很甜的布朗尼，还有甜甜圈，还有起司蛋糕。吃甜的的确会让心情变得很好很好。哎，但是你吃完甜食的时候有没有记得刷牙？
好像没有哎。没有刷牙，这样子你有可能会蛀牙，蛀完牙还会牙痛，牙痛完还有可能会拔牙。哎呦，不行啦，吃完甜食一定要刷牙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也要提醒小朋友，在吃完甜食的时候要记得刷牙，也可以使用牙线，这样子才能保持口腔的健康哦。大家都要记得哦。也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悠悠点点名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